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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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蹲掉。哇！骗招，骗招，骗招，拉掉。哇！好冲啊！真假、啊、哦，一样是打千浪，然后再去骚扰，但是被串到。哇，这次才没吃到。哇，这里蓝朵超强。但是射手过来了。哦，那无敌。NK 还要再修，你还敢吃那只？好贪，好想吃！你会死、欸！他那个就在往前那一瞬间，我就知道他死定了。如果是玩中路的话，就是你死了。会抢吗？哇，这样还抢得到？哇 ，Lee Tin 今天真的大哥大，但是要有人帮他，他的蓝区真的是爆炸，他的野区现在一直被弄了。再说看看可不可以打出什么，但是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把线给控住。现在尴尬的点呢，就是 HK 应该是说 HK 做的很好的一个点，他不停的往上路你的野区来去做施压的动作。哎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哇，哇靠，雷霆那么稀哦。然后反正他现在就以 HK 刚刚的那个阵容，他就是不停的把战线往上提，往上提，往上提，你必须一定要来帮。那我的勇呢，相对的会比较舒服，因为你就必须要过来，人员要布，你的布局要布过来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走位一下，辅助有时候不要吃那么多伤害，因为你吃太多伤害呢，如果是射手，我是你的队友射手的话，我就会怕，因为对方基本上就很会想直接把我们给带走。然后以鱼人这一场的开战呢，他主要会做一种开战，就是二技能跳过去晕眩直接压，因为他这场带晕眩，二技能跳过去晕眩直接压再开大，你会被我连控。然后不是大象现在有那个大绝可以解掉吗？ OK， 但是大象这场他一定要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出到清醒，一定要，因为对方 HK 是有两段的控制技能。哇，超难受，就是大象，我要都剩，一 Q 龙爆爆爆，蹲到。你卡，不行推，不行，你要再去走了，你要再去走了。喂，女真真开起来，很尴尬哦，这里。到了，拉到，但是查到。OK， 大绝解掉，但是问题就是魔龙掉喽。不止魔龙掉，中路也掉，中路掉，魔龙再掉。HK 这一波很漂亮。哦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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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蹲掉。伤害两毛，有吗？全部都派了来，打不死。哇！好强哎、欸！这个打野还在操作，这个蹲直接把刚那个劣势直接救回来。有这波有，骗招骗招骗招，拉掉！哇，好痛啊！这起罗打得超好的，装备差的有点太多了。小林这把卡芬尼的出装就是为了那些坦克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点得动那些后排，但问题就是前排太硬，尤其是你还有你啊，所以他决定出这个龙骨。龙骨就是为了点你那种血特别多的角色。OK， 虽然是互换，但是呢，现在已经到了8分钟，8分钟之后呢，这个物件当然啦，能够互换是最好的，但是问题就是拿到的。凯撒的二凯的那一个绝对会有优势，因为你第一个兵线会有优势，然后再来就是呢，你如果要的话，你可以通常现在的打法都会变成说，我会来去挤中路之后，然后转到我刚刚那个放龙那条线，因为其实上面会有那个，你如果凯撒，这个开，查哥
他是不是有解？他有解析吗 ？OK， 他有解。没有，这是已经要解了、啊。如果这个连解都没解到 ，OK， 终于带星星了。可是节奏被拖掉了，轮轮的那个二闪给拖掉了，因为等于是说，我刚刚那一个下路做不起来，然后中路呢可能也吃不到，就变成这样子。HK 这边防守做了，就是进攻也是一种防守。开你那一下，我知道你会解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解完之后呢，没血线，你必须往后退。我这时候就可以赶快利用这个时间差来去把我的边线兵线给画面。边线的节奏点，边线的分带，我选择这个强开，强开被解，然后他有一个第二个清晰，我觉得他其实不用那么急耶，因为你就是跟着那一个勇去打就好了，不用主动开。他问题不是主动开的那个问题，而是你的勇要有空间，你是要让勇有空间去点到那个，比如说前面之类，然后在那边急被动的时候，然后就这样子把空间做满。射手有时候要的并不是你去一直冲，因为你就想啊，如果辅助一直往前开，一直往前开，问题是我会怕啊，我旁边我，因为我们是上帝视角，我们看得到谁在哪，你会怕什么？如果是这场的话，我是有，我就怕死啊，那个奇瑞在哪、啊？你们能先点个位置给我看啊之类的。他这样子开就只会被知道说，你现在没有大，然后我也没有大，这样。很快哦，很快，吃的很快。我们视角，我拉扯一下就好，拉扯一下就好。下方分那个已经吃到那个边，吃完要接吗？没有，这个稳不了。哦，要来压塔。而且勇现在直接王者哎，很快、啊。要来压塔，要这个机关枪按下去。沿着这个凯撒之境走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射三波。而且它是隔离，它有免那个什么免疫。这条龙做到哪里，永就在哪里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确认要对一只大象丢那么多招。这么前面喽，现在那个，你现在已经不是 CC 会不会控住你的问题哦，现在是你会被融化掉哦，都会被打破哦。永现在是很痛，没错啦。一定在绕。倒不进去，哇哦 ，NK 这个意思可以。中路高地塔应该不会，应该是不会放掉。哦，天啊，导播，不是 OB 手，看一下啊。刚刚我看到的是应该是艾琳一闪过去，不是，刚刚是那个什么艾琳一闪，他是先是艾琳先一闪把那个永的瞬给打出来，就刚刚那个镜头没带到。踩到那真的会塔，能不能够转化为实际优势是很难。来走过去 ，HK 很想跟他们打一个五打五的大。我怎么感觉没什么勇的画面？看不到，看不太到勇的话，我勇已经满装了。没有，还没满装，那个时间还没出出来。凯撒出了在上面呢、啊，哇哩嘞个去嘞 ！HK 这个阵容 ，HK 是个很好的结果。玩到后期啦，那个勇，勇就是到大后期会很恶心的。然后他们刚透过了前期，蓝朵跟美娜不停的来去压你上路的这个蓝区，导致说你人员配置必须要上，然后让勇就让慢慢小亏的这边，有子兵的情况，然后抓爱，我跟你说，现在卡芬妮是点得起来的哦，点得起来那一只美娜，但是被看到了，哇，他们想要速吃啊，超快哦，很快，超快，超级快，我靠！超级快，超级快，真的超级快！哦，撑不住！来，可以挤，慢慢来，可以挤。这个好可怕啊！血量给我们掉了，我的天哪，都没了。艾琳刚玩的不错。没大，敌军的位置，有被踩到，踩到，都死了。我现在觉得是野射联动，打野跟射手在联动。我靠，这球！哇，举起卡芬妮耶！
GEME 七卡芬尼还在输出，会是这一场吗？哇塞，感觉瞬移往前切枪喷爆哎、欸！哇靠！其实我觉得这场 MVP 会给那个、欸，帮我买五，会给李挺，李挺真的太行，让二追三，他这里真的是超屌的。再看一次，德敦。血量融掉哎，我的天哪，又没了。然后他知道，因为鱼人没有大，李挺的位置。带走，然后小林接上去，砰砰，哇靠！超凶，然后切装起来，哇！好帅，真的好帅，超六，蹦蹦，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，好帅。